奥运会现在继续开会，请宣读第99条。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99条，候选国民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下罚锾：一、明知为不实之事项而填载于候选国民法官调查表，提出于法院；二、经合法通知无正当理由而不与国民法官选任其日到场；三、与国民法官选任其日为虚伪之陈述，或无正当理由拒绝陈述。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第91条，候选国民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下罚锾：一、明知为不实之事项而填载于候选国民法官调查表，提出于法院；二、经合法通知无正当理由而不与国民法官选任其日到场；三、与国民法官选任其日为虚伪之陈述，或无正当理由拒绝陈述。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第92条，候选陪审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下罚锾：一、明知为不实之事项而填载于候选陪审员资格与意愿调查表，提出于法院；二、经合法通知无正当理由而不与陪审员选任其日到场；三、与陪审员选任其日为虚伪之陈述。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删除，宣读完毕。现在进行发言，请叶玉兰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前天我们开始进行投票之后，我对柯建铭总召充满敬意，因为他几乎每一个条文都可以上来左打国民党，右踢时代力量。但是坐在中山南路外面的民间思改会的先进们，以及我非常尊敬的徐玉秀前大法官，他们都质疑柯建铭委员。他们质疑柯建铭委员说，他虽然不是法律人，但是他对许多法案都很熟悉，都非常熟悉，有关很多关键和魔鬼细节也不会上当。但是这一次民进党只提出这样子的版本，这些原来是民进党的亲密战友们在质疑柯建铭总召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会拿司法院这样子草案也没有很充分的说明，然后就来骗我们这些像我一样的菜鸟立法委员。我们当然也听到了，如果我们要放宽适用的案例的话，会再多花纳税人多少钱？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是纳税人，都希望我们缴交的税都花在刀口上。但是司法改革何等重要，人民对司法改革的信心可以说是无价的。我们以不要浪费公帑，要节省公帑来作为护航参审法的一个标准的话，这是不尊重民意，只是在滥用权力而已。为了使司法能够受到大众的信任，花钱尝试，参审陪审并行，花钱尝试是非常值得，而且是必要的。谢谢。接着请李德伟委员。
主席，各位同仁，早安。本席今天谈论这第九十九条，我们看到相关的内容，是对于候选国民法官以下三个事项要罚60,000元新台币，但是同样在审判庭里面的另外三位的职业法官，刚刚有人说，也假如有问题的话，在法官法里面有相关的法则，请大家看一看法官法第30条，司法院设法官评鉴委员会长，掌理法官之评鉴。先讲第一点，审裁判确定后，或第一审连署日期已逾6年而未能裁判确定之案件，严重侵害人民权益，才送评鉴。大家看看第99条，对于素人的国民法官的要求是何等的严格，他明知不为之事项而填载了调查表，提出于法院要罚60,000元，经合法通知无正当理由而不予选任其会到场，即日到场罚60,000元，于国民法官选任其日为虚伪之陈述或无正当理由拒绝陈述，罚60,000元。请教大家，我们对于素人国民法官这个法案这么严格，但是我们的法官法对于现在民众不满意的恐龙法官，对于现在民众不满意的法官，我们有什么要求呢？所以我们应该是对职业的法官，他有能力的，而是终身的，我们要有更高的要求啊。而偏偏在这个国民法官法里面写得非常的清楚，对于素人的国民法官却有更高的要求，所以国民党团希望能够删除这一个条文，也希望我们所有的立委同仁大家思考，谢谢。现在表决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民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结果出席72人，赞成3人，反对51人，弃权18人，赞成者少数。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现在表决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了解结果，出席73人，赞成6人，反对51人，弃权16人，赞成者少数。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现在表决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民进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没点亮。表决结果，出席73人，赞成14人，反对51人，弃权8人，赞成者少数，不通过。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民进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73人，赞成51人，反对16人，弃权6人，赞成者多数。第99条照民进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请宣读第100条。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00条，国民法官被为国民法官拒绝宣誓者，得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下罚锾；被为国民法官经递补为国民法官拒绝另行宣誓者，一同。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第92条，国民法官被为国民法官拒绝宣誓者，得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下罚锾；被为国民法官经递补为国民法官拒绝另行宣誓者，一同。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第93条，陪审员被为陪审员拒绝宣誓者，得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下罚锾；被为陪审员经递补为陪审员拒绝重行宣誓者，一同。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删除，宣读完毕。现在进行发言，请叶玉兰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民间团体所主张的陪审制，早在60年前就已经被提倡，而提出的人就是现任监察院长张博雅的母亲，也是前省议会议员的许世贤。张博雅院长说：“我的母亲许世贤博士，在台湾省议会第二届都以及临时审议会第二届都提出了陪审团的制度。我们相信过去、现在、未来，除了
在现在民进党支持的民进党版本外，或者是司法院版本的委员，都会被切割，甚至被否认，因为这样大开民主倒车的荒谬决定，只会被所有追求民主的人民团体，乃至于民进党的支持者所唾弃。各位委员朋友，请不要当司法院的立法局，更不要昧着良心，成为我国法治史上最丑恶的共犯。这次在所有在野党都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是民进党透过多数暴力的方式直接闯过。请问全国人民大众，我们还能不生气吗？久违的司法改革，居然要被民众不信赖的司法体系，以及背弃党派价值的民进党，以多数暴力直接含糊过关，我们能接受吗？人民能不生气吗？如果民众再对这个世纪这样的事情冷漠下去，恐怕司法改革不但是打假球，也只是一个空泛的名词。公平正义在台湾更会落入无底深渊，这是为什么国民党仍然在一场奋斗到底的原因。因为我们要捍卫司法正义，因为我们拒绝傲慢的民进党的司法改革打假球。谢谢。接着请洪孟楷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我想今天我们讨论到这第一百条，其实说实在话，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在这一次我们讨论国民审判法最主要的核心价值跟理念以及初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修法过程，还是在于就是要做所谓的司法改革。而本席一而再再而三的利用上台发言的机会强调，其实在过去职业法官的时候，大多数职业法官我相信都还是有为有守，都还是能够公正审判，但是就是因为少数的个案以及少数的个人，让台湾民众对于司法、对于法官失去了信心。也因此这样的一个改革重点在于是什么？重点在于是我们要给一套制度，而这个制度是可以为了中华民国长治久安以及未来永续发展，还有民众找回对于法官判决的一个信心。也因此今天真的不是蓝绿之争，今天也不是党派之争，今天本席并不乐见当民进党团的版本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反对，国民党团的版本出来的时候执政党就一定要否决。重点在于是到底我们修了这一个法令为的是能不能够让民众更加对司法信任。参审制、陪审制，没有一个人是上帝，没有一个人说可以有效的对于台湾的民众或是台湾的社会最合适。也因此才会强调，即使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学术理论主张，那但是没有施行过总是不知道。也因此国民党已经退一万步而言讲说，是不是能够用所谓的双轨并行的制度，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我们要为我们台湾为了中华民国后代子孙找一个长治久安的方式。再者，刚刚我们的执政党的委员也在发言的时候讲到，他说现在推行的参审制也不是完全的就要直接的推动，
它是一个试行，它是一个小幅度的一个变化，并且有六年的一个试行的时间，六年过后再评估它的效益，之后再做扩大。如果连这样的一个话语都可以在执政党的委员上这个发言台里面讲出来的话，那不就代表连执政党的委员也都认为现在你们推出来的参审制不一定是最好的版本？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没有办法接受双轨并行呢？也因此我们还是再一次呼吁跟强调，今天不是蓝绿的对决，不是党派的之分，我们可以有各自的立场，但是重点是国家只有一个，中华民国只有一个，我们要为中华民国负起责任。谢谢。现在表决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民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71人，赞成3人，反对50人，弃权18人，赞成者少数。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现在表决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71人，赞成5人，反对50人，弃权16人，赞成者少数。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现在表决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73人，赞成14人，反对51人，弃权8人，赞成者少数，不通过。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民进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赖品妤委员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林淑芬委员声明，对刚才的表决与民进刘建国委员林淑芬委员声明，对刚才的表决与民进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听到不有？表决结果出席72人，赞成51人，反对17人，弃权4人，赞成者多数。第100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请宣读第101条。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01条，无正当理由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下罚锾：一、国民法官不于审判期日或终局评议时到场；二、国民法官于终局评议时以拒绝陈述或其他方式拒绝履行其职务；三、被为国民法官不于审判期日到场。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第93条，无正当理由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下罚锾：一、国民法官不予审判期日或终局评议时到场；二、国民法官于终局评议时拒绝陈述或以其他方式拒绝履行其职务；三、被为国民法官不予审判期日到场。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第94条，无正当理由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下罚锾：一、陪审员不于审判期日终局评议或科刑评议时到场；二、陪审员于终局评议或科刑评议时拒绝履行其职务；三、被为陪审员不于审判期日到场。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删除。宣读完毕。现在进行发言，请王婉玉委员。大家早安，时间不早了，所以我们想尽快的在这边简单的说明我们在这一条与大家的与司法院版本的不同。除了如同前几项的部分我们将罚锾的金额降低之外，我们也删除了在终极评议时应该要拒绝陈述的这个部分。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说，我们的司法改革让人民进入参与审判，是希望能够让人民亲近司法，希望大家能够将他自己的意见能够清楚的说出，明白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我们不要让人家因为压力不敢讲话，也不要希望人家逼得人家不敢好好的说话表达他的意见。所以我们会在这边希望能够让他们在陈述意见的时候能够感到自在，能够愿意表达意见。所以我们在这一条的部分会将时代力量的第94条的部分与司法院第101条的部分的差别是，就是来自于主要是来自于除了将罚锾的金额降低之外，也删除了在终极评议时拒绝陈述的部分。谢谢。接着请江启臣委员。主席啊，各位委员，现在是早上6:11，我想大家也应该起床了啊，天亮了，该醒醒了。我想该醒的并不是睡醒，而是我们要很清醒的了解到这个法案即将三读通过，这个三读过后，到底我们的司法改革是不是真正落实的？司法改革的目的是要拉近司法跟民众的距离，提高司法的公信力，还有让大家对我们的司法更有信心。可是当这一个法案即将三读通过之前，我们实在很遗憾啊，眼前的场景让我想到4年前我们在审查一例一修的时候，还有一例一修再修的时候，都是在这样子的
昏昏沉沉，甚至在睡觉中立法，这样子的立法到底品质好不好？更重要的是，那样的法案通过之后，它影响之巨大，可能都不是各位现在在睡梦中或者昏昏沉沉当中能够想象的。一粒一球的教训不够吗？今天的国民法官法其实也类似。我们先不要讲说到底这样子的法案过去是不是完全没办法落实，但是从这么多的发言跟讨论当中，我们可以确认一点：第一个，整个社会沟通是不够的；第二个，整个立法的过程是不够严谨的，否则不会连在社会上这么重视、长期关注司法改革的团体，他们都没有办法接受执政党这样子的一个版本。所以从今天我们要通过的、要三读的这个国民法官法，最起码有几点我们在此就要再次的提醒。第一个，这个法案通过之后，真正能够适用的个案到底有多少？为数不多，大概一年几百件。这是我们要的司法改革吗？这些案子难道是真正我们国民认为他们应该要来参与审判的吗？第二个，国民法官他参与的角色是什么？他是来背书呢，还是他应该是客观的来参与审判的过程，让我们的审判能够更加的公开、更加的透明，也最后能够得到民众的信任？可是以目前设计看来，我看不是，大部分是被拉来背书的。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到底这个法案通过了，真的能够拉近司法跟民众的距离吗？接着请温玉霞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大家挑灯夜战已经足辛苦的呀，连电脑都是都会宕机啊！我想人用嘛被宕机啊！哈，我们从前天就开始上演表决大战啊！变回国民党哦，要一条一条的去背格啦，而是哦，就像孟凯讲的啦，阮不是蓝绿对决，嘛不是迄个党派之争啦。而是朝野协商了，对这个法案完全没有共识，没有共识的法案呢，必然要很多的歧见，所以仓促上路一定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希望执政党要三思而后行。对101条和99条、100条，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当没有正当理由而下列情形哈。必要处6万块钱的罚款，国民法官不予审判日期或终止评议时到场，或是终止评议时拒绝陈述，或是以其他方式拒绝履行其职务，包括备位法官也是不到场就要罚6万。那国民党主张了，这个应该要删除。国民法官呢，无故不予审判日期或终局评审到场的时候，可以取消他的资格，没有必要罚款。他又没有拿薪水，他只是一个车马费而已。我觉得这个是不符合比例。那国民法官呢，终于拒绝陈述呢，以其他方式拒绝履行其职务，也不应予罚款。甚至备位国民法官也是一样，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审慎的考虑，因为实在没有必要让参审人徒增不合比例的原则去压力和负担。
换句话说，司法改革是必要的。那必要不是用仓促来成定啊，而是应该要符合民意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权利和义务是必须平等的。他又没拿薪水，为什么要罚那么多钱？那职业法官有拿薪水，为什么没有罚款？那这个不是很不公平吗？谢谢，请多多思考。现在表决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民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72人，赞成3人，反对51人，弃权18人，赞成者少数。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现在表决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72人，赞成5人，反对51人，弃权16人，赞成者少数。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现在表决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民进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72人，赞成13人，反对51人，弃权8人，赞成者少数，不通过。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民进党要求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72人，赞成51人，反对16人，弃权5人，赞成者多数101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请宣读第102条。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02条：国民法官被为国民法官，违反审判长所发维持秩序之命令，致妨害审判其日诉讼程序之进行，经制止不听者，得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下罚锾。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第94条：国民法官被为国民法官，违反审判长所发维持秩序之命令，致妨害审判其日之诉讼程序，终止评议或科刑评议之顺畅进行，经制止不听者，得处新台币60,000元以下罚锾。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删除，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删除，宣读完毕。现在进行发言，请洪孟楷委员。主席，各位同仁，现在审到102条，102条这一条就很明显的也是告诉大家，为什么过去到现在一直讲说参审制，它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当6名的国民法官对到3名的职业法官的时候，很有可能会被职业法官来去做带风向，以及会被职业法官引导相关的判决方向。因为这一条明显的写着，他的说明理由是，按审判长与法庭之开闭以及审理诉讼有指挥之权，次案开庭时审判长有维持秩序之权，按终局评议以审判长为主席。换言之，你已经把职业法官里面审判长可以担任，就是由职业法官来担任，又或者是由职业法官里面比较资深的人来担任。所以某种程度上，审判长的一个决定就是让比较起来职业法官高于国民法官的一个位阶的一个代表。也因此，当这一条里面讲到的说明里面就已经说了，如果说国民法官对上职业法官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在心理上以及在讨论方向上面就会有相对来讲位阶之分。所以我们也强调，参审制不是不能做，可是相对来说没有办法根本的解决过去到现在我们认为司法改革应该要改革的一个命题。所以我们才一直强调这样的一个部分，再再显示没有办法对症下药的话，这样的司法改革其实是没有办法有效的可以解决我国的问题。再者，现在也已经讨论到6点快半了，我想最近有一部国片哦，说得非常好，它叫做《打喷嚏》，它里面有一句台词讲的是，为了你我会最勇敢。没有错，我们所有的委员在这边，大家共同的为了自己的核心价值理念主张来去捍卫，来去辩护。但是我们要请教的是，执政党您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过去喊了多少年的陪审制，可以即使连我刚刚本席刚刚的讨论都有讲到，连2017年8月4号的时候，都还有在场的执政党委员跟民间团体一起大声呼吁说要推动陪审制，还讲的说有17位委员公开联署了。摇身一变，这2天可以每一次每一次的表决都用按钮主张去否定过去的自己。我不禁怀疑，如果说连这样子2-3年的时间都可以为了特定的目的意义而改变自己的核心价值，那我们民众还可以相信吗？也因此，我们希望执政党能够三思。谢谢。接着请林维洲委员。主席，各位委员，这个条文往上啊，一直到95条，大概都是在讨论，国民法官的行为不当，要如何规范，哪一些行为属于不当，然后要如何规范，以及包括罚则了哈。那当然我们知道哈，
一般我们会认为比较严重的行为不当会有哪一些呢？比如说受贿、收钱、或是契约、然后另外就是像泄密这样子的行为不当。不过这个在这里也可以最能够凸显出陪审制的优越性，就是说职业法官行为不当同样会影响判决，那陪审团的国民法官行为不当当然也会影响判决。但是大家想象一下，我们对职业法官，我们有办法监督他们吗？然后职业法官可能就一个人，他就可能犯了泄密的罪，我们无从监督。职业法官一人独断，他要是收贿也很难被察觉。但是在陪审制里面，这些行为都很容易被监督。当然一方面你也很难同时收买所有的国民法官，就是陪审团整团你都要收买吗？可能吗？还是收买一个职业法官比较容易啊？一个职业法官泄密比较容易，还是所有的陪审员都会去泄密比较容易？这个很明显，所以这个就是凸显陪审团的优越性。何况我们在这个条文里面也看到，即使参审制里面职业法官已经跟国民法官一起评议，但是对于职业法官所做的规范竟然跟对国民法官所做的规范不一致，我不禁让人想到说，这是不是就是大家一直在想讲的法官有他的优越性，连在参审制里面的我们的司法院的版本里面的职业法官跟国民法官都有不同的对待，你能期待这样的制度带来改革吗？我没有办法期待。接着请邱显智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安。那这一条它是规定说，国民法官、备位法官违反审判长所发维持秩序之命令，那自妨害审判其实诉讼程序进行的话，经制止不停得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下的罚款。那我们是认为说这一条应该要删除，理由是认为说国民法官一票，备位法官也是一票，那没有道理是说今天国民法官这个就是说备位法官他是站在这个一个好像是说审判长高他一等，然后去来审查说他的到底有没有符合这个秩序的这个道理。那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在73条这个条文，我自己本身也是觉得说有一点奇怪，他的规定是说这个补充讯问的部分，国民法官跟备位法官在审判长就这个备注是讯问被告完毕的时候，他也可以来这个补充讯问，尤其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备位法官，那备位法官根本在评议的时候他是不能够去这个表示意见的，那也没有这个票数，结果他也可以来问被告，甚至也可以来问被害人，那甚至也可以来问证人。那如果说102条这个规定的话，那是不是他在问的这个过程之中的时候，审判长如果觉得说他有什么这个维持秩序的必要的时候，那他就可以经过来制止他，甚至说这个对他处以罚款。好，那你竟然73条已经这样的规定了，102条这样规定，在这个制度要怎么来运作？所以我们认为说这个102条的部分实在是说实在的也没有这个
规定了这个道理。那如果说确实他有发生了这个解任的事由的时候，在这个35条第一项第五款，它里面其实就已经规定了，它里面已经规定说这个有解任的事由，如果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的时候，第35条第一项第五款规定说，不听从审判长的指挥，自妨害审判其实诉讼进行或终局评议顺畅进行，主任其继续职务执行职务以不适当的时候，他可以用35条第一项来给他解任。那因为他这个规定，事实上他是可以进行抗告的，所以有一个审查的救济的这个管道。那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应该是就已经足够了。如果有解任的事由的时候，就是35条第一项第五款，那就将他解任，那也不需要用到102条，那用这样的方式去花缓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以上。报院会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团分别所提修正动议删除相同，所以我们一并处理。现在表决时代力量党团、国民党团修正动议，民进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71人，赞成16人，反对50人，弃权5人，赞成者少数，不通过。现在表决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罗美委员对于罗美委员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一致，列入公报记录。结果：出席72人，赞成5人，反对51人，弃权16人，赞成者少数。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民进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71人，赞成51人，反对16人，弃权4人。赞成者多数。第102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请宣读第103条。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03条，前4条罚锾之处分，由国民法官法庭之法官3人合议裁定之，前项裁定得抗告。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第95条，前4条罚锾之处分，由国民参与审判法庭之法官3人合议裁定之，前项裁定得抗告。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第95条，前3条罚锾之处分，由审判长裁定之，前项裁定得抗告。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删除。宣读完毕。现在进行发言，请林维洲委员。这一条也是在针对国民法官的罚则的处罚的规定，那国民党版本呢，认为应该要删除。国民法官虽然也是义务，也是一种权利，但是在这个条文里面，竟然会跟职业法官有不同待遇，这个是让我们无法接受的，所以我们把这一个条文删除。另外我要再强调一次，国民法官的选任有一个严格的标准，从原来的最大的范围法院辖区里面认定可作为国民法官的非常大的，甚至可能上万几万人的这样范围内做初选，然后再复选，最后才选定陪审制，可能选定9人到12人作为陪审团。事实上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都要受到一些，如果你被选任为陪审员，不同程度的会受到人身上面的限制，就是说你不太能够对外接触或是接受外界的信息。好，各国当然有不同的限制的程度，但是基本上就是要让这些陪审员不受外面的影响。那刚刚我也提到了，包括受什么影响呢？受贿赂，或是你的人际关系，然后你会泄密，会被契约，或是会被你的人脉系统所影响，比如说上司，比如说你的老板，他会受到一些限制，所以这个才能确保陪审员他能够很公正的凭着他自己的良心去对每一个案件做判断。回头我们再想，大部分的法官，我们当然相信他的人格，但是我们的宪法却就是要确保法官能够独立，而很少能够被监督。那常常我们碰到的恐龙法官，就是我刚刚讲的嘛，他会受到贿赂的影响，人际关系的影响，他的系统性的受影响，所以这个就是陪审团的优越所在。我们要司法改革，就是要朝这个方向来改革，才是真的改革。谢谢。接着请李桂明委员。李桂明委员。主席、立院同仁，我们从102条、103条呢，更可以看到，国民法官只是用来背书职业法官的决定的。怎么说呢？你在看到102条的地方呢，他提到了国民法官呢，如果他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有违反审判长的命令，然后他妨碍审判期日中间讨论，还有他的这个顺畅的进行的话，他要被科处6万块钱。里面没有规定职业法官呢？为什么呢？因为
在实务上面来讲，我相信因为法官的职等的关系，三位的职业法官其中的两位一定是听从审判长的，所以他在草拟司法院在草拟这个法条的时候，他认为他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形。是谁才可能有这样的情形？他认为是只有国民法官才会有这样的情形。所以这个也回应了一件事情，说为什么需要三名职业法官。如果三名职业法官因为他在司法院的职等的关系，他都会听从审判长的，那一位职业法官就可以了，需要事宜只要审判长就可以了，为什么还需要三位啊？这一点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否则的话，如果真的每一个法官他都是独立办案的情况之下，为什么只有国民法官他会影响案件的程序的顺畅，而职业法官不会呢？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我们再一次的看到对于国民法官的歧视。好，更有趣的一件事情呢，我们看到了103条，也就是我们现在讨论这一条，他怎么说呢？他说啊，对于这个罚锾的处分呢，是由谁来决定？是由职业法官来决定哦，是由参与这个审判的职业法官三个人合议裁定之。再一次的显示，三名的职业法官其实当他进到这个案件的时候，他已经有既有的一个决定了，他只是把国民法官当成一个他将来在判决的时候为他自己判决背书的一个工具而已。这些的规定再再的显示，在这个所谓的国民法官法里面，我们的国民法官只是用来当作民众担心有恐龙判决、有恐龙法官的一个背书的一个工具，这个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容忍的。更何况，并不是每一个职业法官、国民法官，他的可能他每个月的薪水可能不见得有6万块钱这么多，所以你拿的罚锾是在6万块钱这样的一个数字，可能是他每个月薪的倍数，这样对国民法官绝对不公平。现在表决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民党团、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72人，赞成3人，反对51人，弃权18人，赞成者少数。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现在表决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表决结果，出席72人，赞成5人，反对51人，弃权16人，赞成者少数。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现在表决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删除，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72人，赞成13人，反对51人，弃权8人，赞成者少数，不通过。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民党团要求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72人，赞成51人，反对16人，弃权5人，赞成者多数。第103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现在进行第6章，请宣读。第6章，国民参与审判制度成效评估，宣读完毕。第6章，章名照协商结论通过。报院会休息10分钟，休息之后继续开会，现在休息。
告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第104条，请宣读条文。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04条，国民参与审判制度成效评估期间为自中华民国112年1月1日起6年，必要时得由司法院延长或缩短之。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第96条，国民参与审判制度成效评估期间为自本法施行日起6年，必要时得由司法院延长或缩短之。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删除。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99条，公民参与审判制度成效评估期间为自本法施行日起6年，必要时得由司法院延长或缩短之。宣读完毕。现在进行各党团推派之代表发言，请陈委员述，陈委员交华发言。主席、各位委员，针对104条，时代力量的意见就是针对，国民参与审判制度，如果实施起，6年，时代力量认为，只要3年一期就可以评估了，并不需要6年这么长。好，以上，谢谢。谢谢陈委员，继续请 A 委员玉兰发言。院长早，各位同仁大家早安。我国的司法体系被称为恐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无论是蔡总统，或者是柯文哲市长，或是国会殿堂里面，经常都把恐龙法官一词朗朗上口，乃至先前来台留学的歌手黄明志，更用在台湾砍死女友法官 OK 的来酸我国法官，是恐龙，连留学生都知道的荒诞程度，显见当前司法体系是民众极为失去信心的重要原因。今天如果不能挽回民众对司法的信心，将会严重破坏我国的法治。参考各国经验，就可以发现，当司法没有办法给人民公平正义的救济时，人民可能会选择以私刑作为自我救济的手段。印度孟加拉等地时有所闻，是父母亲属等为了讨回公道，因此率众斗殴，甚至杀害加害人的新闻。有时冲突的程度都是需要许多的警力介入才得以平息的。在我国最近也越来越有这样的情形出现，比如虐儿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会有群众聚集，在不久前新北市的芦洲就发生了一位所谓的骂完父亲案，有不少民众到现场试图以私刑来伸张正义。其他的还有如直播主纠众淡洗虐童保姆，众人包围派出所要求交出嫌犯等等荒诞的事情。我们身处现代民主法治国家，自然是不鼓励民众以私刑来解决问题，但是看到私刑的现象，更要看到施行正义背后的动机，就是司法不受人民信任，人民感到无力无助，只好诉诸暴力。因此，如果我们不能改善我国的司法制度，不仅是无法给予被害人公平正义，更是会造成未来国民动辄以私刑来声讨个人公道的荒诞现象。子曰，民无信不立。今天一个失去民众支持的司法制度，会是动摇民众对国家的信任，这样动摇国本的，我们才能够大力来做。
谢谢叶委员，继续请马委员文君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早安。时候真的到了吗？为了蔡英文总统他的一句话，可能让我们现有的法治规律都会破坏掉。审查已经接近尾声，在此还是要重申，如此重大的改革法案，执政党轻率的利用临时会仓促通过，完全无视于外界强力的诉求，希望审慎选择适合台湾判决环境的司法模式，这将是对司法严重的伤害。司法院版本的草案通过适用的审理案件范围为刑事案件，不论它的法定刑度如何，真正要重视的是刑事案件的被告，如果被判有罪的时候，动辄被拘束人身自由或剥夺财产，更严重的也是剥夺生命。现在法院判决遭人诟病的原因，主要都是因为民众觉得法院判决结果往往与人民在法感情上面的落差很大，然后用更通俗的话说，也许是另一种接地气的不接地气的表征。所以限制法院判决是针对过去都是受过法学基础教育，而且司法人员训练所培养的专业人才，不过因为与生活日常脱节，造成了大家所谓的恐龙法官，或因受贿贪污或者政治因素的等等的影响，造致我们司法弊端丛生。相较于我们职业法官的独断性，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国民法官的法感情是很容易会受到舆论或者风向的影响，也许无罪的人变有罪，反而让有罪的人可能躲过刑罚，这也不是大家所乐见的。就像我们知道的妈妈嘴事件，当初舆论所说的犯罪嫌疑人咖啡店店长，如果到最后法院是判决无罪，可是依当时的舆论跟社会氛围，其实如果用参审制的话，也许他的判决结果是会有所不同。民进党仓促的通过参审制，既没有陪审的独立性，也没有原制法官的专业性，那还不如不改。最后我们还是要呼吁，目前国民法官法仍然受到很大的质疑，而且存在很大的缺陷，职业法官不容易听取国民法官的意见，国民法官最后可能只是流于背书的角色，或者被当成花瓶，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人民对于司法的反感跟不信任其来有自，这一次在形式上的改革，想必对于民众期待司法能够落实公平公正正义的判决，恐谢谢马委员。各党团推派发言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现在表决时代力量党党团修正动议删除，现有民进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人的少数。表决结果：出席72人，赞成3人，反对52人，弃权17人，赞成者少数，不通过。现在表决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72人，赞成5人，反对52人，弃权15人，赞成者少数。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现在表决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71人，赞成12人，反对52人，弃权7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赞成。表决结果：出席72人，赞成52人，反对15人，弃权5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104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现在进行第105条，请宣读条文。
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05条，本法施行后，司法院应即成立国民参与审判制度成效评估委员会，以下简称成效评估委员会，进行必要之调查研究，并于每年就前一年度制度施行之成效提出成效评估报告。成效评估委员会应于成效评估期间届满后一年内提出总结报告，其内容包括国民参与审判制度施行状况之整体性评估，以及未来法律修正有关配套措施之建议。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第97条，本法施行后，司法院应即成立国民参与审判制度成效评估委员会，以下简称成效评估委员会，进行必要之调查研究，并于每年就前一年度制度施行之成效提出成效评估报告。成效评估委员会应于成效评估期间届满后一年内提出总结报告，其内容包括国民参与审判制度施行状况之整体性评估及未来法律修正有关配套措施之建议。前项之评估报告及内容应包含其他审判制度以及适用案件类型之可行性评估。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第96条，本法施行后，司法院应即成立陪审团审判制度评估委员会，独立进行必要之调查研究，并向立法院提出年度评估报告，作为陪审团审判制度改进之依据。立法院应于本法施行三年后，听取陪审团审判制度评估委员会之综合报告，重新检讨陪审团审判制度之适用范围及制度设计。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00条，本法施行后，司法院应即成立公民参与审判制度成效评估委员会，以下简称成效评估委员会，进行必要之研究调查研究，并于每年就前一年度制度施行之成效提出成效评估报告。成效评估委员会应于成效评估期间届满后一年内提出总结报告，其内容包括公民参与审判制度施行状况之整体性评估及未来法律修正有关配套措施之建议。宣读完毕。现在进行各党团推派之代表发言，请林委员施明发言。院长，各位委员，大家早安。一部立法有成效的评估哦，真的是很奇怪的立法哦。这代表司法院对今天这部法的立法根本没有信心，所以仅愿意踏出一小步，先射箭再画靶，看看成效如何再做修正。所以可以印证说，我们的司法院是真正没有司法改革的决心，也印证了司法院不想陪审参审两制并行。因为司法院不想被改革，因为改革必须花费，必须要有人力，司法院现阶段来讲根本无法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如果把它改成陪审制，真正大力改革的情境，他根本没有办法去面对，他无法面对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在这里要重申，这次的修法是没有诚意的，是假的司法改革，成效是有限的。因为仅就十年以上的重罪来试行，人民绝对是无感的。在这里预留施行日期六年，也可以充分证明司法院真的是还没有准备好，未来只有扩大适用的范围，把这个更多的我们的刑事案件把它纳入到我们的人民参审的一个制度里面，才能让真正的解决我们人民对司法不信任，而且也解决这个恐龙法官的产生哦。并且将陪审制度的精神必须大量的纳入到我们未来的一个修法里面，这样才是真正的司法改革，也真正能够减少法官的误判，才能真正增加人民对司法的信心，才能真正让我们的判决不会背离我们人民的法律情感。谢谢。谢谢林委员，继续请李委员德伟发言。
院长，各位委员同仁，我想今天这个国民法官法审到第105条，其实已经大致即将完成二读。但是在这个部分里面，我想刚刚我们前面的司铭委员特别提到了这一个接下来的评估，第105条接下来的这个评估的制度，表示的确司法院在相关的改革上没有做好准备。而我们在前面几条100条前后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对于国民法官相关的法则。本席要再次的强调，国民法官法是应该好好的来鼓励所有的民众能够发挥他的道德也好，他的能力也好，积极的来参与司法审判，做出好的贡献。但是我们却看到司法院利用这一套制度来把他自己的想法加诸到人民的身上，而在这里面的条文做很多的规范，并不是真正的把人民想要的东西放进去，所以在这里面其实产生了非常大的矛盾跟冲突。刚刚我们江启臣主席委员也特别提到这一部法，大家在这昏昏沉沉当中通过了，即将通过，未来所引发的问题会是大家没有想到或者大家没有考虑到的。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即将在这一个法快要通过的时候，我们大家自己在这边做一个历史的见证，希望民进党未来能够负责任的对于台湾司法的改革能够跨更大的一步，能够真正把民众的想法、把民众的期许、把民众的希望放在心里面，也放在我们的制度里面，让人民有一个相信司法的未来。谢谢。谢谢李委员，继续请邱委员选字发言。院长、各位同仁，这个成效评估委员会在委员会或者是在党团协商，我都有针对这个对司法院提出我的疑问。因为司法院的这个版本，去年送来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今年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它的适用范围非常的窄。那这是第一个，大概500多件。那如果再加上第六条用认罪的话，它可能范围又更小了。那第二个其实是更严重的，这影响到后来的评估，就是说它的这个案件的类型是非常非常的单一的，几乎都是侵害生命法益之罪。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将来不管是3年后、6年后，在施行之后要来做这个评估，到底要怎么样来做？当他的基数都是这个侵害生命法益之罪的时候，他如何能够去做一个评估，说我们有能力可以去做，也有这个意愿去让其他的犯罪的构成要件能够纳进来？所以这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看到这个我国每年的这20万的刑事案件呢，几乎大多数也被排除在99%以上，被排除在所谓的这个我们的国民法官法的案件里面。那这样的状况，到底未来的成效评估要如何来做？那
我们针对十二力量的版本，针对这个成效评估的委员会，我们当然是希望说，现在司法院以这样的态度，然后去悍然拒绝我们就是说过去很多的前辈也好，或者是场外的许多的民间团体一直在努力的这个陪审制。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说，未来在这个成效评估的时候，是在这个将来三年后甚至是六年后能够往这个方向评估，然后来推动。所以我们希望他这个评估报告应该是要向立法院提出年度的评估报告，因为立法院本来才有这个改变这样的结构、这样的制度的一个权利那我们希望以这一个司法院的版本他如果说他认为现在的这个状况确实没办法来容纳的情况之下，然后参考这个日本的裁判员的这个制度，事实上日本裁判员制度其实很多的专家学者也已经非常清楚了，他并没有办法去解决日本本来定罪率非常高的这个问题。所以未来我们还是希望说，在这做这个评估报告的时候，能够向立法院提出这个年度的评估报告，并且最就他现在所适用的范围能够进一步的去检讨以上。谢谢邱委员。各党团推派发言的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现在表决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72人，赞成3人，反对52人，弃权17人，赞成者少数。时代力量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现在表决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71人，赞成5人，反对52人，弃权14人，赞成者少数。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现在表决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反对。
赞成。表决结果：出席71人，赞成12人，反对52人，弃权7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赞成。表决结果：出席72人，赞成52人，反对15人，弃权5人，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105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现在进行第106条，请宣读条文。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06条，成效评估委员会至委员15人，以司法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并任主席，与司法院代表2人、法务部代表1人及法官、检察官、律师之代表各2人，学者、专家及社会公正人士共5人组成。委员任意性别比例不得少于1/3。前项区的专家及社会公正人士应包含具法律及法律以外专业背景学者、专家共3人及其他背景之社会公正人士2人。成效评估委员会委员均为无几职，除司法院院长外，应自本法施行日前以下列方式产生：一、司法院代表由司法院院长就所属人员中指派兼任之，并依职务进退；二、法务部代表由法务部部长就所属人员中指派兼任之，并依职务进退；三、法官、检察官、律师代表由司法院、法务部、全国律师联合会分别各自推举；四、学者、专家及社会公正人士代表由司法院院长、司法院及法务部代表与前款法官、检察官、律师代表共同推选之。委员出缺时，司法院院长、司法院代表、法务部代表及法官、检察官、律师代表依原产生方式递补缺额。学者、专家及社会公正人士代表由现任委员共同推选递补其缺额。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第98条，成效评估委员会至委员17人，由司法院代表2人、法务部代表1人及法官、检察官代表各1人、律师代表2人、立法院各政党党团代表各1人、法律专业学者及专家4人及非法律专业背景之社会公正人士4人组成，由委员互选1人担任主席。成效评估委员会委员均为无几职，除司法院院长外，应自本法施行日前以下列方式产生：
一、司法院代表由司法院院长就所属人员中指派兼任之，并依职务进退；二、法务部代表由法务部部长就所属人员中指派兼任之，并依职务进退；三、法官、检察官、律师代表由司法院、法务部、中华民国律师公会、全国联合会分别各自推举；四、法律背景学者、专家及非法律背景之社会公正人士代表由民间团体推荐与立法院各政党党团，由各政党党团各自决定法律背景学者专家一人及非法律背景之社会公正人士代表一人。委员出缺时，司法院院长、司法院代表、法务部代表及法官、检察官、律师代表依原产生方式递补缺额，学者、专家及社会公正人士代表由现任委员共同推选递补其缺额。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第九十七条，陪审团审判制度评估委员会至委员九人，由法官、检察官、律师及具法律专业背景学者、专家代表各一人，法律以外专业背景学者、专家及其他背景之社会公正人士共五人组成，由委员互选一人担任主席，委员任意性别比例不得少于三分之一，委员为无几职，任期三年。委员产生方式如下：一、法官代表由全国第一审刑事法庭法官票选之；二、检察官代表由全国检察官票选之；三、律师代表由各地律师工会个别推举一人，由全国性律师工会办理票选；四、具法律专业背景学者专家、法律以外专业背景学者专家及其他背景之社会公正人士，由依前三款所选出之法官代表、检察官代表及律师代表共同推选。委员出缺时，法官、检察官及律师代表依原产生方式递补缺额，具法律专业背景学者专家、法律以外专业背景学者专家及其他背景之社会公正人士代表，由现任委员共同推选递补其缺额。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01条，成效评估委员会至委员九人，由法官、检察官、律师及具法律专业背景学者专家代表各一人，法律以外专业背景学者专家及其他背景之社会公正人士共五人组成，由委员互选一人担任主席。前项学者专家及社会公正人士应包含法律以外专业背景学者专家共三人及其他背景之社会公正人士二人，成效评估委员会委员均为无几职，任期三年，应自本法施行日前以下类方式产生：一、法官代表由全国第一审刑事庭法官票选之；二、检察官代表由全国检察官票选之；三、律师代表由各地律师工会个别推举一人，由全国性律师工会办理票选；四、具法律专业背景学者专家、法律以外专业背景学者专家及其他背景之社会公正人士，由依前三款所选出之法官代表、检察官代表及律师代表共同推选。成效评估委员会之委员单一性别人数不得少于三分之一。委员出缺时，法官、检察官及律师代表依原产生方式递补缺额，据法律专业背景学者专家、法律以外专业背景学者专家及其他背景之社会公正人士代表，由现任委员共同推选递补其缺额。成效评估委员会之任务如下：一、公民参与刑事审判之运作现况考察；二、公民参与刑事审判之运作成效评估；三、举行与公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有关之公听会及学术研讨会；四、其他研究评估公民参与刑事审判所必要之事项；五、每年向立法院提出公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年度评估报告。成效评估委员会为执行前项锁定任务之必要，得向司法院、法务部、全国各级法院及检察署调阅有关文件，要求提出原始数据资料，请求相关人员到会说明。宣读完毕。现在进行各党团推派之代表发言，请邱委员选制发言。主席、各位同仁，那这一条就这个成效评估委员会的组成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产生？那因为这个审查会的版本，他是说成效评估委员会的委员十五人，司法院长为当然委员并任主席，那法务部代表一人，其他的这个法官、检察官、律师等代表各二人，还有学者、专家等等。那我们的版本，我们是认为说，因为司法院长或者司法院甚至是这个法务部，
基本上它是作为一个司法行政部门，它是一个被评估的一个对象，来评估说到底它的成效，这个实施了这个人民参与审判制度之后它的成效如何。所以既然它已经是一个被评估的一个对象，自然司法院长甚至是说这个法务部的这个代表应该是不适合来担任这个成效评估委员，否则的话是一个球员兼裁判的一个状况。那我们的制度，我们是认为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应该置委员九人，有法官、检察官、律师及具法律专业背景学者专家代表各一人。那法律以外的专家学者及其他背景社会公正人士共五人组成。啊，主席的话，这个司法院版本他是认为是司法院长当然的主席，我们是认为主席应该是由委员互选来产生。那法官代表应该是由全国的第一审的刑庭的法官来票选。那第二个检察官的代表是由全国检察官来票选，也就是并不是说由法务部来做指定。第三个律师代表应该是由各地律师工会个别推举一人，由全国性的律师工会办理来票选。第四个具法律专业背景学者专家，法律以外专业背景学者专家及其他背景之社会公正人士，应该是依前三款所选出的这个法官代表、检察官代表及律师代表来共同推选。那因为这个成效评估委员会，就像刚刚提到一百零五条的时候提到了，是将来这个机制到底运作的成效如何？如果说这个机制能够继续的能够运作下去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可以再将它的范围扩大，甚至是说？这个机制运作的结果如果是一个不好的结果的时候，那是不是应该要采行现在这个包括在场外的民间团体甚至很多的这个民间的社团以及时代力量版本所主张的这个陪审制。所以这一个成效评估委员会的组成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但最后再强调一点，司法院长他作为这样被评估的这个机制的这个审查对象，自然他不应该是当然的委员以及是。好，谢谢邱委员，继续请赖委员相邻发言。院长、各位同仁啊，现在谈有关这个一百零六条啊，就是有关这个评估委员会设置的人数，还有他基本上要负担的职能哦。我想在第一百零五条已经讲了哦，大概就是六年的时间来作为这个整个评估，参审制是不是达到当时预计的这个效果跟目的？那所以要先问现在设定的 KPI 到底是什么？我们从一路审查法案到今天看到的状况，就是大概是以本刑十年以上，那就是大概六七百件。那以这些件数来讲，我们到底要评估的是他未来的定罪率是如何，还是他的无罪率是如何，是他中间讨论的释疑方式是如何，是他的权威效应是如何，到底我们要评估的是什么？所以一开始我们认为这个评估小组的六年本来是预设两制并行是用对照的方式，但是柯总召说这种拼装车对照起来大概他认为也是不具所谓的这个检核目的。好，那如果回归现在就只剩一制，还是要先请就教到底评估的那个六年内每一年每一年往前推往后看，十年间也就是在两年后启动的六年再加一年的结束总结报告，大概是未来的十年，我们到底要让国人相信司法改革里面的什么内容作为评估的指标，这个一定是这个委员会设置的目的。所以我们在规划里面呢，是把人数扩增，从十五人扩增到十七人。第二个，我们加了新的元素，就是现在在座的政党的代表。那因为现在各党诉求的跟理念推动的跟目的性的其实制度上都有不同，也许带着这样的视角进入成为评估小组也是一计，所以我觉得请大家可以支持可以有政党的代表在里头。其次是刚刚讲的，既然要去除这个权威效应，司法院
法务部本身，一个是被评估对象，一个是就是所谓司法界的大佬大家长，所以他们是不是适合在评估小组里面占有这么重的人数，或者是担任主席，也是我们在法案里面希望能够取得这样大家的共识，不让这个院长成为主席，而由委员呢互相这个互选产生一位主席。最后是整个评估小组未来形成之后，他是要编列预算，他是要择定优秀的研究人员，他是要有成立一个类似专门的执掌。所以我们认为从这几个评估的这个内容里面，还是要先设定到底以这么小的量，这样的短的十年，我们要的评估内涵本身是不是应该是比较能够让国人了解的，到底是制度性变革本身是可以被评估，还是这个混合式的，就是民进党的版本号称融合了陪审的制度。所以也请你们跟小心。谢谢赖委员，继续请林委员为主发言。国民法官法到现在已经接近审查的尾声了哈，台湾的司改大势已去了。民进党从1986年创党之初，到一直到2017年，你看历经了超过40年，一直追求要陪审制。为什么会等到真正要实践司法改革的时候，马上变成参审制？为什么？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啊。那到底过去40年，你们一直在谈陪审制，是天真呢，就根本不能实现，还是欺瞒呢？还是你们本来就知道不能实现，所以是在欺骗呢？好，面对要改革的对象就是司法建制的体系，到最后的版本竟然是由他们拿出来的。我们也观察到，最早的这个参审制的版本，不是民进党的委员，也不是民进党的党版，而是司法院的版本。到最后你们全盘的接受。面对需要被改革的司法建制体系，你们全面投降，弃甲一兵，丢光光了，原来的武器、原来的理念、价值丢光光，完全弃守，令人瞠目结舌了。你们好像一群散兵游勇，面对到建制体系的司法体系，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不过这令人担心啊，这不就好像刚好隐喻了现在要通过了这一部国民法官法，原来叫参审，为了掩人耳目，后来又把它改成叫国民法官，混淆陪审制跟参审制，不就隐喻了将来我们这个所谓国民法官法，三个职业法官跟六个国民法官要一起评议、一起判决？其实这是一种隐喻了，将来的那个六位国民法官也是散兵游勇啊，面对威权以及专业傲慢的三位职业法官，无从。好，谢谢林委员，继续请李委员桂敏发言。主席、立院同仁，针对这个设置这个评估委员会的部分呢，
我必须要很坦白的讲，我个人觉得这个根本就是巧立名目，浪费纳税人的钱哈。因为对于现行的法治，我们立法院，对不起，对于现行法治，司法院难道他从来不做检讨、评估、改进的动作吗？应该有吧。那为什么对于国民参审的部分呢，要另外有一个评估委员会？不难道是司法院体制之下的任何的改革、任何的检讨，它都应该是本来就是司法院的职责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要提到的就是司法院长他在前天的时候他说他推动司法改革呢已经三十几年了。那我也不禁要问，推动司法改革三十几年，只有推动，从来没有检讨改进吗？这个也很奇怪。那如果有检讨改进的时候呢，那我也不禁要问，在我们朝野协商的时候呢，当司法院他提出来说为什么他坚持要用日本的制度，我们问他他的依据在哪里，很可笑的，本院的执政党委员居然跟我讲说叫我自己上 Google去找，会有这样的情况吗？那我们再讲，再一个就是官审制已经试行了六年多，今天的参审的版本呢，除了有一些像中间讨论这些密室协商的这些的条文之外，其实它大部分的架构呢跟官审制呢雷同。那么官审制的评估报告在哪里？在我们在做这个法案检讨的时候呢，也没有看到把这个评估报告给我们。好，我们要求民间团体他在做评估的时候呢，他应该要用外部的人来做。就算我们今天讲说用内部自己的人来做的话，那难道对于人民参审的部分，不难道是应该有参与这些审判过程的国民法官来做吗？为什么又会回到像官派的一样由司法院院长当主席？所以我们如果在不得不的情况之下要设立这个评估委员会，我觉得也应该不要有球员当裁判的情形，也应该要由比如说像曾经参与国民法官的这些的人，或者是像律师、检察官票选出来，或者是法官票选出来的这些人来组成、来担任，这样的情形呢，才能够达到真正评估的目的。这样的情形也真正才能够发现问题，然后把这些问题丢出来。谢谢李委员。各党团推派发言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现在表决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七十二人，赞成三人，反对五十一人，弃权十八人，赞成者少数。时代力量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现在表决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反对。
是。表决结果：出席74人，赞成5人，反对52人，弃权17人。赞成只有少数，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现在表决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反对。吴委员秉睿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71人，赞成14人，反对51人，弃权6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王委员定于声明，对刚才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75人，赞成52人，反对18人，弃权5人，赞成者多数。作以下宣告：第106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现在进行民众党党团提案第106条，请宣读条文。民众党修。提案第106条，呈向评估委员会之任务如下：一、国民参与刑事审判之运作现况考察；二、国民参与刑事审判之运作成效评估；三、举行与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有关之公听会及学术研讨会；四、其他研究评估国民参与刑事审判所必要之事项；五、每年向立法院提出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年度评估报告。成效评估委员会为执行前项所定任务之必要，得向司法院、法务部各级、全国各级法院及检察署调阅有关文件，要求提出原始数据资料，请求相关人员到会说明及派员访视各法院实施国民参与刑事审判制度之现况。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06条不予采纳。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第98条，陪审团审判制度评估委员会之任务如下：一、陪审团审判之运作现况考察；二、陪审团审判之运作成效评估；
三、举行与陪审团审判制度有关之公听会及学术研讨会；四、请他研究评估陪审团审判所必要之事项。五、每年向立法院提出陪审团审判制度每年度评估报告。陪审团审判制度评估委员会为执行第一项锁定任务之必要，得向司法院、法务部各全国各级法院及检察署调阅有关文件，要求提出原始数据资料，请求相关人员到会说明，及派员访视各法院实施陪审团审判制度之现况。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不予增订，宣读完毕。现在表决时代力量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党团要求具名表决，具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72人，赞成3人，反对52人，弃权17人，赞成者少数。时代力量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现在表决民众党党团提案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具名表决，具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71人，赞成5人，反对52人，弃权14人，赞成者少数。民众党党团提案条文不予采纳。现在进行第108条，请先读条文。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08条，为评估制度之必要，司法院得聘用适当人员为研究员，但不得逾6人。研究员呈成效评估委员会之命，执行有关国民参与审判制度成效评估之研究，研究员之聘用业务及考核办法由司法院定之。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00条，为评估制度必要，司法院得聘用适当人员为研究员，但不得逾6人。研究员呈成效评估委员会之命，执行有关国民参与审判制度成效评估之研究，研究员之聘用业务及考核办法由司法院定之。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第99条，陪审团审判制度评估委员会为办理陪审
团审判评估调查事务，得聘研究委员若干人，由委员会自律师学者或社会公正人士中聘任，任期三年，研究委员为无给职，但执行委员会交办之研究事务得支领研究费及其他必要费用，前项研究委员之聘任及费用支给办法由陪审团审判制度评估委员会订定后由司法院核定。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03条，为评估制度必要，司法院得聘用适当人员为研究员，但不得逾6人。研究员成效评估委员会之命，执行有关公民参与审判制度成效评估之研究。研究员之聘用业务及考核办法由司法院定之。宣读完毕。现在进行各党团推派之代表发言，请杨委员琼英发言。亲爱的院长，各位同仁，新闻界的朋友，杨琼英发言。不断电投票临时决定，外界在问为什么要不断电投票，所以因此本席在这边首先要说，恢复本条文的第一条，所谓的改革是要司法透明度，这是在本条文最重要的精神跟目标。但是我们看到在整个条文的第46条、66条、69条、80条，从46条的厘清到66条的中间讨论，改为是以69条证据程序法令也改为事宜，80条更新审判程序也改为事宜。为什么？国民党主张这4条应该要删除，因为完全无记录、无录音、无录影，民众身心恐惧。接下来本席更要说明，台湾是一个民主政治国家，我们应该是什么？人民当家。这个改革如果依照目前所表决通过的，那是一个假改革啊！如果要真改革，是应该不是惩罚人民，不是改革人民，因为人民知道日后应该他有参选审判的权利，如何参选与审判，他参与的责任到底是什么。但是在我们所有第99条里头，未依法拒绝会被处分，不宣誓会被处分，不听审判长的话也会被审问。我们看了所有的条文，从94条一直到102条，这9条当中全部都在惩罚国民法官。为什么职业法官不特定来做惩罚的条款呢？民进党的朋友说，依照目前的法令的一个依据，那为什么国民法官跟职业法官要有特殊待遇？这不是惩罚所有的国民法官吗？这不是惩罚我们的人民吗？所以我再一次的来奉劝我们民进党的朋友，4年前有提案的请自己举手，为什么你会如此改？为什么要惩罚我们的人民？这是不对的。我相信民进党也绝对愿意接地气，民众的呐喊你们充耳不闻，就只有惩罚国民法官。这好，谢谢杨委员，继续请曾委员民众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大家辛苦了。立法院其实今天审查国民法官法何其重要，涉及到审判制度的变革，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同人适用法律还过程，最后来看看结果。人的民进党力推的是参审制，由六个国民法官跟三个专业法官来做决定。那各位一定想到，那这个六个法官国民法官到底专业够不够？所以从人来看，第二个从适用法律来看，它涉及到这九个人，尤其这六个国民法官，到时要适用国民法官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等相关非常专业的法律，这个适用的法律。第三个过程，尤其是中间的讨论，也没有录音录影，也没有书面记录，根本不符合国民法官法第一条的要求的公开透明。所以我们从人、从适用法律、从审判的过程来看，不公开透明来看，我们来看看结果。因为我们改国的结果是希望提高人民对司法审判的信任度跟满意度。各位在座的民进党的朋友，你们认为这个机制底下、这个改革底下可以提高民众对司法的审判的满意度跟信任度吗？纵观这几天在座民进党的朋友言之凿凿，非常有信心，认为可以大幅提高人民对司法审判的信任度。但是我的理解，这两天我也请教法界的朋友，他们没有各位的这么乐观，他们没有在座的这么乐观。所以虽然这个法案已经讨论进入尾声，民进党也一定会强行通过，不过我要奉劝各位，每一个各位在这里的发言都录音录影，会留下记录，我们真的不愿意看到就像几年前上一届在讨论劳基法的时候，民进党信心非常大，希望不要重蹈覆辙，谢谢。好，谢谢曾委员，继续请王委员婉玉发言。人民参与司法审判，我们从周一开始会议开到半夜十二点，昨天又从早上的九点到现在，已经超过了23个小时，即将进入24个小时。我时代力量三位委员全程全员参与，我们累的不只是身体，我们累的其实还有心理，而且我们有更多的焦虑。从2017年以来，司法改革国事会议，许多对专家学者、许多的民间人士，我们一直不停地在讨论如何让人民可以参与司法，如何让人民可以拉近人民与司法的距离。而时代力量提出的版本是最不受权威影响的，是由素人彼此之间来决定有罪与否，又或者是在陪审员的选任的过程中、参与的过程中，都是力求公平、清楚、公正，希望能够让审判能够清楚地被进行，让人民重拾对司法的信心。但6年的试行方案容不下陪审制的存在，也限缩了，即便是参审制也限缩了可能能参与的件数以及样态。即便民进党以及司法院采用了最保守的参审制，但只要能让人民参与司法审判，我们也认为这是跨出了一点点的进步的可能。但我们不能理解的是，明明在司法的过程中、参与审判的过程中，即便是参审制，其实还有很多的讨论、很多的空间。在一次又一次的党团协商、一次又一次的意见当中，在野党以及民间团体其实都一再的提出了各种可能，以及也希望能够更进一步的做讨论。所以我们不能理解的是，司法改革是朝野共同的期待，也是人民与政府共同的目标，但我找不到理由为什么在一次一次的讨论当中却极难融入各方的意见，仿佛视若无睹，不愿意让
参审，即便是参审法，也有更好的可能。我也找不到理由，在大家对参审陪审不够理解的情况下，人民也对这些法案不够理解的情况下，为什么非得要24小时不断电的来通过这部法案？我们一定得挑灯夜战强行通过，这是为了什么？我们其实还有更多的时间，我还是有机会可以做更多的说明，更多的澄清，让大家能够更理解如何进入司法审判当中，让人民也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到为什么我们要推陪审，为什么要推参审。但是民进党或是司法院却不愿意打开这样子的大门，不愿意进行更多的沟通与对话。在这样24小时的不断电的过程当中，我想试问各位民意代表，你们这样子强行通过，真的是代表了民意吗？民意真的希望我们这样24小时不断电的进行吗？这样真的清楚的能够讨论到这当中的过程，能够清楚的解释了大家的疑虑吗？不只是我们，包括司法院在解释各法案的当中，在协商的过程当中，其实也在很多部分讲得不清不楚。我们想试问，不是为了改革而改革，我们真的是应该为了台湾的进步而做司法的改革。我们这样子。好，谢谢王委员。各党团推派发言的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现在表决时代力量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71人，赞成3人，反对52人，弃权16人。赞成者少数。时代力量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请问院会，本条照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第108条照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现在进行第113条，请宣读条文。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13条，本法除第17条至第20条及第33条自公布日施行，第5条第一项第一款自中华民国115年1月1日施行外，其余条文自中华民国112年1月1日施行。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05条，本法自中华民国112年1月1日施行。时代力量党团修正动议第103条，本法施行日期由司法院会同行政院定之。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第108条，本法自中华民国110年7月1日施行。宣读完毕。现在进行各党团推派之代表发言，请邱委员选字发言。没有啦，主席，各位同仁，司法院长在日前的这个记者会上面，他说：“我国针从1987年起，我国针对推动人民审判制度讨论至今已超过30年。”那二零一
2017年的司改国事会议也清楚地显示，人民参与审判制度已经是各界的共识，但是要采行哪个模式有讨论的空间，所以司法院透过多次的法制研修会、说明会、公听会来收集意见，从2017年到现在过了3年，结果公听会、研修会、说明会这么多的专家学者，最后司法院决定采行日本的裁判员制度，我下巴差点没有掉下来。就如同刚之前我在协商的时候，在这个委员会的时候问司法院秘书长林秘书长，究竟有哪一个国家采行日本的裁判员制度，这个实施了11年的这个制度，然后饱受这个学者的批评，答案是没有办过。如果我们采行的话，就只有台湾采行了这个日本裁判员制度。这个制度在日本1亿多人也只有1000件有适用。他为了解决日本定罪率99.9%的问题，采行了11年之后，发现他的定罪率还是99.9%。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30年来的努力，从1987年开始，我国针对人民参与审判制度的讨论，我们希望能够让人民可以走进法院参与裁判。30年后，司法院给我们答案是日本裁判员制度。说实在的，这是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一个结果。那陪审制，不管是在这个月来，包括民间司改会，包括台湾陪审团协会，包括台湾社、北社、人本等等100多个团体，都希望在临时会的时候不要这么匆促的来决定。为什么？因为这争议实在太大了。陪审制源远流长，过去有非常多的党外的前辈非常努力的希望台湾能够在这块土地上能够开出一个陪审制的结果。司法院回答说到底这个钱差在哪里的时候，他每次都说这个经费的问题，结果参审制5-600件花5亿，陪审制5-600件花8亿，多3亿能够让台湾有一个可长可久的人民参与审判制度。为什么？谢谢邱委员，继续请孔委员文集发言。主席，各位委员，这一次我们审查国民法官法，最重要是要进行一个司法改革。司法改革，司法审判权应该是交给人民，而不是执政后认为人民水准不够而不愿推陪审制。再加上我们现在有高达64.4%的民众认为对法官审判会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是没有信心的，所以这次我们国民法官法仓促的修法呢，我在这边要指出一点，就是这个法案呢几乎都漠视了原住民的存在。各位要了解，原住民族基本法第30条，政府处理原住民族事务，制定法律或实施司法与行政救济程序，公正调解仲裁应该要尊重原住民的族裔传统习俗文化跟价值观，保障他的合法权益。但是这一次我们的国民法官法参审法里面的制度呢，针对第12条到第15条，虽然是订定了国民法官的遴选的积极跟消极资格，但是呢对于促进原住民诉讼上的参与、程序上的保障，甚至应该有一定比例的原住民籍国民法官的相关订定，完全付之阙如。本席是非常的遗憾，在民进党执政之下，
五年前我推动了一个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修正案，要保障原住民打猎的权益，到最后呢还是法官依据他一般的这样一个判决有罪，最后台东县海端乡的王光禄那位猎人呢提起非常上诉，最高检察总署提起非常上诉，目前还是在视线中。这个就是完全忽视原住民族基本法第30条，就是要尊重原住民族的传统习俗文化及价值观。我们这天才委员也提出来，是希望能够在参审制跟陪审制应该要保障原住民族的国民的法官，但是呢民进党断然拒绝。所以民进党如果说要真正重视原住民的一个打猎权益，原住民的一个法律的权益，拜托国民法官法你为什么要否决我们原住民委员郑天才委员的提案呢？为什么要在议会会场里面宴会里面要否决我那个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修正案，否决了13次之多，到现在还没有通过。所以我真的是拜托我们这次国民法官法的修正，希望能够通过我等一下提的附带决议来弥补。谢谢孔委员，继续请李委员贵宾发言。主席、立院同仁，司法改革应该只有真假，应该没有色彩。台湾需要一个司法的一个净土，这也是为什么全民都期待台湾能够真正有一个司法改革，能够让全民的期许能够落实。但是我们看到，从30年以来，我们没有看到真正的一个司法改革。到今天为止，即便司法院长说他已经推动司法改革30年了，但是到今天为止，民众真的知道什么是参审，什么是陪审吗？民众真的理解在这个法案通过之后他们的责任吗？刚才国民党委员已经说明了，在这个法案里面我们看到的是改革人民，我们没有看到司法改革。我们在这个法案里面看到的是科与国民法官无限的一个责任，不管是刑责也好，罚金也好，罚还也好，甚至在法条里面恐吓国民法官说，如果他阻碍案件的顺畅进行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会被处以罚还或者是罚金的一个处罚。这个是真正的一个司法改革吗？绝对不是。所以国民党在这里，即便在二读要通过的一个末端，我们要提醒我们的执政党委员，即便法条上面有这样的规定，我们也要提醒我们司法院，不要滥用执政党通过的这个法令来钳制人民的一个自由，来让我们的司法不但没有改革，反而倒退。我们对于执政党委员以及执政党在选前主张陪审，用陪审来争取选票，到今天透过这个国民法官法里面钳制我们国民法官他的参与人民的审判，让台湾能够真正有个司法改革，我想全民对于这个法案的通过呢是会感到唾弃的。在这里呢我们感到非常遗憾，但也与此同时，在二审通过之后呢，待会会接下来是三读通过，在三读通过之后呢，我们希望所谓的评估呢不要等到施行后再开始评估，其实从今天开始，对于配套措施的部分就应该要具体的落实，并及时提给我们立法院，让立法委员呢与此同时呢也能够做修法的一个参考。谢谢。谢谢李委员，继续请蔡委员一语发言。
主席，各位同仁，那我们从昨天到今天，大概审理的过程超过30个小时。这30个小时呢，基本上我们看到，不管是国民法官法，或者是在野党所提的陪审法，或者是国民党跟民众党所提两岸并存，那我们要知道，在整个论述的过程中，基本上我们看到时代力量他坚持的陪审的一个精神，那这个我们是非常的敬佩。但是我们要知道，在制度的一个选择上，因为人民在面对司法的时候，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制度没有办法被事办，两岸并存是没有办法，两岸事行这是不可能被实践的。所以我们在决定国民法官法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台湾因为源自于大陆的一个法系，那大陆的法系是什么？光刑法的第一条就告诉你，刑事犯罪以法律有明文规定者才处罚。所以在罪刑法定主义之下，没有普通法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在整部刑法没有被调整的时候，我们怎么面对我们要改成陪审制度的一个普通法的一个制度？在过去德国他办了76年的一个陪审，德国搞了76年的陪审，就是因为他的一个法系的一个问题没有办法被陪审所适用，所以后来他们办了76年的陪审制，他们取消了，回到了参审。在日本1928年到1943年，他们也是一样试办陪审，办了15年，也是因为法系的问题没有办法被适用，所以他们也是回到了法官审。那德国的参审是怎样？德国的参审是拉职业的人，他们这个职业的人是政党推荐，是专家推荐，这个是德国的参审。那我们的国民法官呢，基本上就是因为在参审的制度的一个改良，参照了日本的一个制度，那这个也不是全国独创，日本的一个裁判员制度是长这样，法国的混合式的一个陪审制度也是跟我们一样，6个国人跟3个职业法官一起来审。那我们这中间还参杂的我们要推动的起诉状一本主义，所以在这种种的制度之下，至少我们今天是开启了让人民进入司法。那我们也相信，只要把司法开启这个大门，让人民进入司法里面，未来整个司法制度就会越公开越透明。所以我们今天好不容易大家一起开启了这个门，这个就是司法改革正式的开始啊！我也相信不是结束啦，一定会有更好的制度来做一个确认。谢谢，谢谢蔡委员。各党团推派发言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现在表决时代力量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反对。表决结果：
出席72人，赞成3人，反对52人，弃权17人，赞成者少数。时代力量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现在表决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具名表决，具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反对，反对啦。表决结果：出席72人，赞成5人，反对52人，弃权15人，赞成者少数。民众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现在表决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具名表决，具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反对。结果：出席72人，赞成12人，反对52人，弃权8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不通过。现在表决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具名表决，具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表决结果：出席71人，赞成52人，反对14人，弃权5人，
赞成者多数，做以下宣告：第113条照民进党党团修正动议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三读。